办？先来来买饮料。我来，我不是来买饮料，我来付钱的。工作挺好，谢谢你啊。上次觉得观众让你这样子白忙一场。不会不会，对，我你就尽力，对，谢谢你照顾我们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们台湾就是人民都是对国防的部分都是很力挺的，对啊，他们觉得很温暖，就是说一方面觉得很抱歉，但是这个可是老板又不觉得是一件事。是啊是啊，因为最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话，我是觉得国安的国家的安全，台湾人民一定会团结，对，一定是的。谢谢你对国军的支持。进来这个有没有多一点礼物？哎呦，对。增加很多练习，就对美丽的错误这样子。